来，给你们买一个玩具。来，看看。看谁聪明？看谁聪明啊？能发现他的奥秘。秘密。在不倒翁的肚子里面放着冻干，看谁能扒拉出来。把底下这个眼儿拨大点儿，这俩眼儿已经够大了，这不得稀里哗啦往出撒呀？没事，稀里哗啦第一次滴的。吴云俊，快！哟，撒出来一个。乐坏了。嗯，胡英俊发现了，哎，但是他嘴没够着，叼走了。胡英俊尝到了甜头。我看是小吃货。扒拉呀，里面还有很多冻干呢，只要。倾斜度够，哎，又出来一个冻干，两个，三个，都傻乎乎的呢。好看有好吃的，好看，你吃货，你看，闪闪都看到冻干了。好，闪闪太大了，那个，能吃吗？闪闪。那个冻干太大了，妈妈需要没收。你还小吃不了。这谁这是？果果，还有朵朵，你们两个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？没发现这个秘密。都出来好几个了，还没发现。偶像那个老干部，从不参与。哎呦啊！哎呦，哎呦。过来嘛，老是放不下你长公主的身份。这是小宝吗？还是果果？都不喜欢这个，不动的。啊，这是果果，果果，出来一个。嗯啊，那边可能也出来了，果果好像也在吃。哼。然后你继续扒了，他们智商没那么高，他们只相当于好像三岁的。哎，你看看闪闪又看着了。闪闪是小吃货也是。嗯，以后把冻干就放这里就行。谁扒了多少谁吃，那估计好多猫都吃着。你瞅瞅，你俩就都抢冻干，扒了吗？扒了里头还有冻干呢，你看又出来三个、四个。现在往出吐呢啊！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跟那个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我又出了好几个。谁扒了的？闪闪，但是还没看到呢。快吃啊！快吃啊！快！吃肉肉了，吃肉肉了！哎，好看，吃肉肉了。好看，好看，快点儿！小吃货，带着两个女儿过来。还给玩儿，带着这个玩儿。你玩物丧志的，哎。你瞅人家都吃上了，闪闪怎么冻干还当球球玩呢？小宝啊，小宝别在顶上打瞌睡了，快下来嘛，这冻干这么多，快，小宝，哎呦，你在那玩啥呢？去，又撒出来一个。他没看出来，他就知道吃现成的东西。我都看到了。偶像啊，你干啥呢？溜达，卖单儿。小宝看到了。肯定被好看抢走。这都拿爪子够呢。闪闪抢吃的最厉害，吃到没有小宝？大帅来，跟你宝贝女儿一起玩一会儿吧。先抖出来个冻干，让大帅尝尝。哎，好嘞，大帅，大帅，给你冻干。
你刚才吃了吗？你吃好几个了，让你爸尝尝吗？难道冻干没了？再出来一个。哎，大帅，你去都没兴趣吃啊？平常不挺爱吃吗？哎呀，你瞅这俩爷俩长得多像，呵呵，大帅和小帅。嗯，就闪闪还对这个挺爱玩儿。